然后这款游戏《骑士英雄》，没有台湾人，只有中国人。好了，进来吧。这翻译哦，哪个国家开发的啊？我不知道哪个存档开发的游戏，我要死了。死？奇怪，我能进行什么输出吗？不行。简单的提升，继续玩。然后又要死了。很单纯的就是提升武器，然后提升角色啊、装备、武器那些啊。然后你这边就是放推而已啊。有点偏垃圾的，攻击还不够，你看攻击不够，还差一点点，一刀秒就行了。啊，得到一个技能点啊，攻击再加10%，唰，加10%就加1而已啊，刚刚28，现在29。好了，至少进步啊，多打了一次怪，升级了，我就一直加攻击。哎，哦呦，这攻击力很强哎，这防御力也提升了。然后这是不一样喽，这是断剑哎，这把剑断掉了，输出爆表啊，还差一点点了。我拿到更好的装备了，39，剩下的丢到右边去，就是把它回收掉。玩法真是相当简单的啦，好，难怪下载次数那么多。这种的都不用动好。这只母牛还是秒不掉啊。好了，勉勉强强又过了。母牛差点点升级，直接加大攻击了。丢丢丢丢，再来。前面都 OK， 这个也 OK， 老鼠秒不掉，还可以哦，打到 BOSS 了。哦，这 BOSS 要复活吗？不用吧，哦，复活我也打不赢他。刚刚那个地方就是想要赚你广告的。我是不是要提升一些血量呢？我就要靠装备去撑就好了，加大攻击吧。老鼠至少要秒 一刀秒，你看老鼠还秒不掉，老鼠的一刀秒的话再考虑吧。不用，49哎，接下来这边都可以卖了，这个都不用了。这免费试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好了。哎呦，这个药水太扯了吧 ！HP， 攻击啊，拉到攻击肯定要拉到攻击的、啊。来看一下，加43嘞，加在哪里？哦，有了，126，这个是一个数字游戏啊，真的。哼，你看，唰唰，好，你看，你加到攻击就行了。增加一个技能点，防御啊！好，我现在防御也有了啊。现在是第二关，哦，他自己跳起来了，这个不是我自己按的啊，他自己跳的。我这只猪好痛啊！然后后面还有一只猪啊，58。我刚刚那个广告得的效益是很高的，是不是？那待会再等十几分钟，要给你再看一次了。那其他广告都没必要看了，打不过就直接放弃吧。这猪太痛了，这个时候再加大防御好了。啊，玩法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个，无氪玩一玩吧。哦，就看广告啊，也没什么竞争意识啊。就玩到这里吧。大家拜拜。